斜的。那这个左边长啊，左长，来，你赶快抄啊！今天没有感冒啊，一定要抄。好，请看这个空间距离取好哈，这里不要去碰上面哈，这里不碰到。好，右边也是瘦长的、窄长的哈，在这里空间距离取好，又不碰右边，有没有看出来？啊，右边稍微长一点点哈。好，请看这个空间距离取好，这个内斜的，好，左边高右边低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也是左边高右边低哈。好，那一样，这个空间距离取好，这也不碰到右边哈。好，请看这个空间距离取好，左边比较短一点，右边比较长，这也是不要碰到，这也不要碰到右边哈，右边稍微长一点点哈。你看这个是高低高低的哈。好，请看这里是内斜的，好，请看这个空间距离取好哈。那左边长，横画左长，对不对？好，左边高，右边低。一样，这个空间距离取好，好，这里不要碰哈，右边稍微低一点。好，请看一下，你看一下这里，我们假如是这样来看的话，它是不断的高上去，对吧？好，空间距离取好，一样哦，这个横画也是左边长，左边有横画，通常都是左边长啊，要注意一下。好，这个撇跟点都往外开展啊，也是左边高，右边低，有没有看出来？啊，这里不要碰，这里也不要碰，右边稍微低一点。好，这个横画跟撇拉长哈。好，这也是写成窄的，就是瘦长型的啊，这也不要碰，这右边也不要碰。好，这写成竖画，不要写成撇哈，这是一个竖画。好，请看一下，也是左边低，右边高，对不对？空间距离取好哈，这也是左边长一点。好，上面的横画短，对不对？下面的横画长，撇捺要开展啊。那这也是下面的月啊，也是写成窄。好，空间距离也要取好。那这个月要塞到里面来哈，就是不要掉下去。好。